我们过来看一下这套房子，这个是大户型的，标价是160万，五房五卫。这个房子上市7天，看一下这个环境。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房子，这个是进门的右手边有一个书房，这从这个门进来，看这个挑高，这个是建筑面积呢有350平方米，占地呢是650。这个房子是1995年修建的，五房五卫。这个房子上市7天。Oh, Glenico,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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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ery nice, yeah, yeah. I do a lot of business here. I have like, you know, since February, I've had 9 listings here in Duck Canyon.So I do a lot of business here. Listing. 160万，标价160万。Well, take a look and see what you guys think and tell me. 这个是花园儿。看一下160万的房子在王府区长个啥样子。啊。你看看今天这个，主要是这个。看这个房子。嗯。是比较大气的。是。啊。350平方米，够是够大的。嗯，你看这个，它这儿有一个。一个小吧台，它一楼有一个卧室，带独立卫生间，你看，它的独立卫生间带淋浴，这里面带淋浴的，一楼的，这个是可以做老人用，对，这洗衣房，这是洗衣房，有挑高，对。哇，这个空高很高哦，现在真是就是最近这几年建的房子没有这么大的了，要200万以上才新房才有。这块的书房你看，嗯，去二楼看，这房子很大气，二楼这儿一个家庭厅，看这块，这是一个卧室，楼下一个，那楼上就是4个了，这他做了一个书房，这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。两个洗手台。这是主卧吗？这是一个次卧。他说那个厅家庭厅共用一个卫生间。你看这个次卧，它的那个视野是非常好的。哇，是哦。看多舒服，感觉是满满的能量啊！你看主卧，能量场地。看一下主卧。视野是非常好。哇，这个主卧真的是够大！天哪，这个350，建筑面积。天哪，这口房子真的是很不错。是很漂亮的。嗯。哇，这环境不错。刚才那个是，他是屋主还是经纪啊？经纪人。哦。他以前跟我们有一个合作嘛。哎，他还认识你哈，还认出来了。这个花园，这还有一块地方。这还有个亭子。游泳池。啊，那个是他的房子。Your house is Will, is West. Your house has Will. Will to West. 我们已经看完房了，这个房子很漂亮，
还要再多看几个。那今天的视频先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